对，是神，是我心意。来，嘴巴不要用手，你要用手沾沾的，看这里。来啊，你咬紧，咬小口一点，不要咬那么大口，咬小口一点。我可以用手。我是我的啊。怎么用手呢？你犯规，人家这样吃完了，真是的，你那个脸，你犯规。洗手，你的手都黏黏的。哎呦，你的手都黏黏的，不可以用手呢。结果我都没有知道。你整个给人家吃掉了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呢？那个脸还变成这样，那个脸。我洗脸。哦，你要洗澡了。吃一下子就吃光光了，真好骗了、啊、这个钱。对，不要吃太多，稍微多少包一点也好。